到完美的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大家好，我是专精车祸及人身伤害索赔的王志明律师。今天我要讲，发生车祸之后应该选择私了吗？在现实生活中啊，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的朋友也会问我啊，车祸比较小，我是不是应该选择私了，而不是走这个保险公司的程序呢？答案很简单，如果你是受害者，就应该拒绝私了，严格要求走这个保险公司的流程来进行索赔。那么在我们发生交通意外之后啊，我们作为受害者啊，会有两大类的损失。第一类呢，就是车辆的损失；第二类呢，就是如果受伤的话，会有这个人身伤害的损失。那么从车辆赔偿的角度上来讲啊，因为我们在美国修车随随便便就要这个上千美金、几千美金的，那么如果我们选择私了啊，实际上肇事方啊是不可能给你开一张这个三四千美金的支票让你去修车的。那么肇事方呢，选择或者是提出私了的目的啊，实际上是躲避责任、拖延啊，甚至呢就是在之后啊改口来拒绝承认这个事故的过错，甚至是说拒绝承认事故发生过。比如说你在事故发生之后啊，拿到一个维修的估价单是3000美金，你给了肇事方，肇事方一定会说你这个估价单太高了，我认识一家修车铺，800块钱就能把你的车修好。那问题是，你愿意相信肇事者说的吗？你愿意把你的车给这样的修车铺去修吗？那你当然不愿意。所以你最后呢，如果幸运的话，你还是需要走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可是呢，时间一久，对方有可能跟对方保险公司的说辞不一样，那对方的保险公司呢，会以此为理由啊，拒绝承认过错。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上当受骗了，被忽悠了。所以呢，就是从车辆赔偿的角度来讲，即使说车辆碰撞看起来不是很严重，你也要拒绝私了。第二呢，从人身伤害的损失角度来讲啊，如果我们受伤了，那在美国呢，人身伤害赔偿的额度是更高的，那么动不动就要3-5千美金，高的话呢就要上万甚至是几万美金的赔偿。你可以想一想，在现实中让一位肇事者从口袋里拿出5000块钱来给你做人身伤害赔偿，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要私了，肇事者会说，我觉得你没有受伤啊，我没有受伤，你为什么受伤了？你是不是在诈伤，对不对？我顶多给你500块钱，你要不要？ OK， 这个时候 你也会发现啊，原来他选择私了的目的不是说要合理的赔付你，而是说要借故的拖延或者是逃避他的责任。所以呢，从人身伤害赔偿角度来讲啊，我们也要走这个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啊来做出这个赔付。最后呢，就是我们在拒绝私了的同时啊，实际上要第一时间尽快的去咨询律师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你的权益啊。因为很多时候即使你选择自己跟对方的保险公司进行交涉和沟通啊，也是有非常多的陷阱，万一说你被这个保险公司套路了，这个时候再找律师啊，实际上就为时已晚，那么就很难挽回你的损失了。所以呢，在跟对方明确拒绝私了的同时呢，也要尽快的咨询律师，请律师介入进来。那么最后的话，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一个朋友呢被一辆车追尾了，那么碰撞很轻微，那么对方就说这个损失很轻微啊，我就私下里给你钱就可以了。我朋友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我就跟对方交涉就行了。结果呢，发生之后第二天联系对方，对方就支支吾吾说在忙，又过了一周已经联系不上对方了。那么他有对方的地址，然后呢去到对方那边的公寓那边，发现哎，对方已经搬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被对方骗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很难再请我们介入进来进行赔偿，因为他实际上已经错过了的黄金时期，这个案子啊已经变得并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也只能委婉的拒绝。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发生事故之后啊，作为受害者一定要拒绝私了，那么一定要尽快的请律师介入进来，谢谢。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